在如期依规定，公告的时辰赶快完成就对了。就是五月底啊。哎，完什么时候就中央党部、中执委会，就是要一听到人民的声音啊，基层声音来一听，赶紧完成就对啊，莫去为着个人的私利，个人啊咧枝枝节节啊，个人啊咧拖延，这是咱不愿意看到的。哦，反正如期就对啊。阮拢是早期替民主进步党起身的基层的党员。最近听到真侪党员诶，真欢乐啊，真焦虑的声音。那为着民进党即个总统的初选，不管蔡英文总统是为着要连任的责任，还是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为着要力挽民主进步党的狂澜，即个使命也好，但是总是袂使输掉民进党。出去台湾来得到因个人的初选的，不管是蔡英文总统赢，还是赖清德总统的赢，嘿，卖有个人为着个人的枝枝节节而来拖拖拉拉、拖拖延延。